毕书尽二月闪婚，坚称女方未怀孕六日承认当爸。刚闪婚的 BII 毕书尽六日透过脸书证实自己升格当爸。30岁的他于西洋情人节宣布婚讯，当时外界怀疑可能先有后婚。他的经纪人斩钉截铁称女方没怀孕，六日却被曝双喜临门，老婆小腹已经微凸。毕书尽透过脸书发文承认升格当爸，这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消息。新闻曝光之后，他的前女友 Jessie 在 IG 晒自拍照，发文说没事笑一下，世界更美好，不难看出其百感交集的心态。上月因为 BII 的结婚对象并非公开认爱交往8年的 Jessie， 而是新欢 H 小姐，一度引起热议。Jessie 事后数度在 IG 诉情伤，其好友更泄露分手之后 Jessie 半夜被赶出门的落泪狼狈景象。对于分手内幕，连环报 BII 所属的老鹰音乐当时紧急发表声明回应，感情的事情只有当事者最清楚状况，也是两人之间的事情，恳求别让这事情占用社会资源，也希望大家各自有幸福发展的空间。毕书尽透露，在友人牵线下结识年纪相仿的圈外人 H 小姐，交往半年来得以真实的做自己，因此决定一同度过下半辈子。至于孕期、妈妈是否知情等问题，他的经纪人不多回应，只说本来两个人就是规划一切顺其自然。上次婚讯让各位媒体朋友劳师动众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这次喜事本想在知道的时候第一时间亲口公布，因为 BII 对这个喜事是非常开心的，是老婆送的礼物。另透露顾及新冠肺炎疫情状况， BII 现阶段仍没计划举办婚礼。过往 BII 鲜少闹出绯闻，在这一个月内先是闪婚又承认当爸，对比去年认爱前女友 Jessie 之举令人更加诧异，如同豪迈地抛开偶像包袱。而粉丝对于喜讯多是一片